欢迎来到全球新闻报道，我是主播林玲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来看爸爸的拼豆，我们会用缩时摄影拼出一个 GoPro 吧。噔噔噔噔噔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缩时吧 ，Let's go。这是我们的新闻报道，我们爸爸经过了这缩时摄影，就拼出了一个完整的 GoPro 吧。好，那谢谢收看我们的新闻报道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